法变频技术有限公司2000年成立于国内变频技术前沿地深圳，现有员工300多人，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变频器交流伺服系统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与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总部位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，是集研发、商务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办公场所，拥有多个研发实验室与客服服务中心，生产基地位于福田区，拥有多条自动化生产线，是深圳国家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重点推广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。阿尔法严格实行辅料加工 PCBA 焊接、 PCBA 测试、三防漆涂覆、整机装配和老化等工序。整机装配分为大功率、中功率、小功率三条生产线，产品的主要核心元器件均采用世界一流品牌供应商。为保证质量，阿尔法建立了三防漆喷涂自动化系统， PCBA 故障率可降低至1%以下。同时，为提高产品可靠性，建立了静电 ESD 防护系统。此外，阿尔法还重视员工身体健康和环境保护，建立了专业的废气处理系统。公司拥有完整的检测体系，可确保100%的开箱合格率。阿尔法6000系列变频器功能强大，控制灵活。阿尔法6000S、6000V 系列电流矢量变频为专业行业应用打造，促进行业应用工艺提升。阿尔法600系列中压变频器可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阿尔法 AS100系列交流伺服系统精准可靠，简易从容，功能丰富。阿尔法6800S、6810S 系列注塑机专用无感伺服系列产品，为客户提供高效节能解决方案，节能率高达40%到70%。阿尔法6100空压机专用变频器、6200纺机专用变频器、6300V 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、6730V 主轴定位专用变频器、6910V 塔吊机专用变频器、6920V 升降机专用变频器，为行业客户量身定制，满足行业专用性，在机床、纺织、冶金、起重、油田、塑胶、化工、市政等行业已取得广泛应用。阿尔法拥有75名科研人员和35台研发仪器，其中伺服综合测试平台可以对伺服产品进行带载、宽带、稳速精度、工况模拟等测试。变频器专用测试平台配合 LERO24XS-A 示波器，可以对参数进行精确的测试。张力控制测试平台可模拟实际工艺环境，对卷径、线速度、张力进行精确的模拟和调测。阿尔法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可自动测试80%以上的变频器功能，极大提高测试效率。阿
尔法营销与服务网点遍布全国，共设有30余个办事处和50余处联保中心，400热线提供技术咨询服务。公司拥有专业的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技术服务队伍，为客户提供产品应用技术培训、定制化解决方案、及时响应、48小时内到达现场等服务。产品通过 CE、ISO 9001认证，远销欧美、非洲、东南亚等65个国家和地区。阿尔法现已成为国内多家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同时公司重视渠道建设，拥有众多优秀的渠道代理商，渠道网遍布全国。坚持以积累数人、专业创新为核心理念，专注行业应用为发展方向，努力成为中国自动化产品的专业供应商。